视频展示600带机头切菜机切丝演示。先把角花放进机头切片，通过输送带传送刀板切丝。虎豹切丝最细远毫米，最粗两毫米，可以自行调节。冬瓜切片、角花切片，切片薄厚可以自行调节。刀板刀片可以自行拆卸，洋葱切圈。